OK， 两下 Q， 很爽。 他怎么就到二了？现在这个特效是真的太不明显了，真的，我已经吐槽过好多次这个问题了，不知道下半本会不会改回来。这打野不会三级就要去帮打，这打野不会三级要去帮上单吧？我操，他们杀得死吗？ 算了，随便他吧，我们不遥控他，抓不了，别来抓，他一个二级波比怎么抓？我操，他还要上啊！完了，我只希望他赶紧走啊，真别来啊！我不知道波比怎么抓。 他就待在下路不好吗？关键他是个波比啊，他不是其他的一些英雄啊。他要是这波线来包我就好了呀。就你感觉他们这个游走的时机好怪啊，他明明这波线来的话我很舒服，他非得就是在我在塔下支线的想来抓，就感觉这样子真的好怪啊，真的好怪啊，我他妈的！ 我好不适应这种队友的节奏啊！想干嘛？是想越塔吗？ 我们等打野来打吧，我们就别去碰了。上路单吃了吗？洗手人也正常，我想逼一波，下路也被宰了。OK， 我应该直接一回来的这波，等着扎克打第二波。这波我操作有问题啊，说实话。
OK， 好起来了。我在等这个潘森交闪呢，他一直没交，感觉他是有闪的。这波我得小心攀升跳大，因为他跳过来我必须得交闪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这个塔总不能不拆吧，对吧？那就拆吧，攀升跳大我们直接交闪跑路。对面没有六重，拆塔拆得很慢啊，中路才掉两层塔。讲道理，我这次想玩个新鞋子。逼一下吧。哎，这个波比一杠十 ,OK, 真出名了这哥们。一区张小布我也记住他了。我也记住他了，这哥们个性太鲜明了。永无终止的秩序等同于停滞。他们没有在下路露头啊，我感觉他们还在上半区啊。对面好像就是要杀我啊，没大招啊。那一技能，来吧，打我不卖你好吧，可以打可以打，他们不过来算了，来大来龙来龙，我这波把闪交了，后面那波切维鲁斯有点难切，他很肉啊，关键是。我感觉这个鞋子也得换了，没什么卵用的鞋子。这波得先拉一下啊。开的有点急呀、啊、开的太急了呀。这波这里要出问题啊，开一个石头人啊。
他交闪了，一换一还可以。我们可以去拿龙魂了，结果其实能一波吗？哥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潘森？他好肉啊，他真的好肉啊。中路线保一下，豹女来中了。线清完了无所谓啊，我们能顶着菜啊。